据媒体报道，3月20日晚，何穗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，配文称：“今天你画的什么颜色口红？”照片中，何穗穿着 V 领外套，颈部曲线玲珑，妆容精致。虽然在光线昏暗的车内自拍，照片画质也并不清晰，仍然难掩仙姑出众气质。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在国际上有着颇高影响力的国际名模，何穗一直是与刘雯、奚梦瑶、杜鹃比肩的四大名模之一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